而当今音乐界，周深的名字正如璀璨明星般闪耀，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上升，成为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。以下几个方面展示了周深在国际乐坛的非凡成就与未来潜力。周深的音乐作品在海外平台上取得了骄人的播放数据，例如他的《达拉崩吧》在国际平台上的播放量已超过3000万，而在《我是歌手》中演唱的《大鱼》舞台播放量更是超过2000万。除此之外，多个视频的观看量也轻松达到千万，这些数据无疑反映了他在海外的巨大受欢迎程度。周深的音乐风格多元，从充满中国风特色的《大鱼》到奇趣十足的《达拉崩吧》，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引发热潮，也成功吸引了国际听众的关注和喜爱。周深频繁参与国际活动，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国际影响力。2024年4月，他受邀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中文日活动，并献唱《大鱼》《和平颂》《等住我》等多首歌曲，发表以音乐之名的演讲。他的参与不仅是对其音乐实力的高度认可，更为中国音乐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推动。此外，他还与国际知名的法国钢琴家理查德·克莱德曼合作演绎《梁祝》，展现出文化的融合与浪漫，获得了广泛关注。周深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众多忠实粉丝，这些粉丝不仅来自中国，更涵盖了泰国、匈牙利、马来西亚、西班牙等多个国家。在他的海外演出或活动中，总能见到来自不同国家的粉丝热情支持，形成小小联合国的应援场面。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周深在国际上的粉丝影响力，更显示出他音乐的全球吸引力。此外，海外粉丝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积极为周深的歌曲留言评论，表达对他的热爱，这种高活跃度也为他的国际地位添砖加瓦。周深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多个专业奖项，其中包括第37届全球音乐话鼎奖的华语最佳歌手。这些奖项不仅是对他音乐实力的认可，更有助于提升他在国际乐坛的地位与影响力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面世和国际活动的参与，周深的国际影响力势必将进一步提升。总体而言，周深在国际乐坛的成就与潜力不容小觑，他不仅是中国音乐的骄傲，更是全球音乐文化的推动者。随着他不断推出新作品，参与国际活动，周深的未来可期，必将继续为音乐界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你听过我这张首歌，但是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出现，哪怕只有十秒副歌的时间，我很渺小，谢谢你们给我不朽的爱。我的渺小是我是我是